这是一款特制的通灵北斗七星储物空间雪龙池。在结缘时，法清道人就根据原主的生辰八字写好了通灵符。通灵符放在符袋中，然后把符袋放入储物空间里，使寻龙池固有的气场与原主的气场进行了整合合一。通过长期接触和使用，寻龙池就可以认主。八字通灵符在原主与尺子之间起到了媒介作用。这款寻龙尺的手柄上开有七星窍，北斗七星窍连接天地气场，将天地灵气收入寻龙尺，使寻龙尺的使用者通过手柄上特制的七星窍构成的七星阵，连接自然的天地气场，沟通天地之能量，从而大大提高了本款寻龙尺的灵性。先用干净布擦完寻龙尺以后，消除了原来的杂乱磁场，然后寻龙尺旋转，消除了原有的记忆。这个过程叫做归零。寻龙尺归零以后，就可以进行指向性测试了。寻龙尺指向正前方时，叫做归零。请问，莲花水池在哪里？寻龙尺指向的莲花水池，很准确。再进行是否判断测试，请问前面是莲花水池吗？寻龙尺向左转，肯定。回答的是，再测试，请问前面是一个电线杆子吗？寻龙尺向右转，否定。